我之前整整躺了5天，什么概念？我过年都没有休息这么久，结果就是因为这个视频，然后让我直接躺了整整5天，直接什么都干不了，我也是无语死了。你们说值不值？我觉得心里面还是有点多少不值的啊，毕竟那个是一件货。如果是一批呢，我觉得我躺5天，那我觉得还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我只收了一件货，我觉得相当的不值。于是呢，今天早上我又去大黑家收了这么一堆回来，我给他说，就是因为你传染给我的，然后我第二天直接起不来了。 而且晚上的时候直接去打了点滴，还打了屁股针，还吃了药，医生都才把我治好。然后第三天、第四天完全休息，干不动活。哎呀，我的天呐，这大黑真的是一个病毒。但凡就是人群中里面有一个人有病毒啊，我也是第二天起不来的，因为我的身体抵抗力的话特别差，因为每天平常直播熬夜，然后身体里面直接是完全没有抵抗力。好了，咱们今天的话。 开始正常的恢复工作了啊！今天早上的话，我就去他们家偷了收了一些美货，给你们静静的分享一下，姐姐们。这个是我今天一早上去他们家收的，你们两个都还没有上班，所以说呢没有完全记录到啊。然后润子的话，慢慢的给你们分享一下这些美货，全都是一些高高 YYDS 高冰机油黄，而且品质非常好，每一颗的话都是起了那种布灵布灵的。虽然是很小，但是它很金，每一颗的话都是起胶的，可以拿去镶嵌一些项链啊、手链啊，还有一些戒指，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虽然每一颗很小，但是每一颗都非常金，都是起了那种松眼皮的一个效果，特别好看。尤其是像这样子纯天然的，不用烧过色的机油黄，品质是非常难遇的。来，这个是其中的一件，还有的话给你们看看，姐姐们。 这个的话是耳钉加戒指，它不是属于纯白冰，它是有点白中带点蓝底的那种感觉，颜色特别好看，底部的话是没有封底的，实物超级美。这个的话是耳钉加戒指，很难遇得到这种一套的啊，姐妹们，耳钉的话形状是差不多很接近的，还有这种大颗粒的戒指，这个的话是我说的第二套。关键是这一次的话还有一些白冰高冰的葫芦，主要是他们这一次的货的话特别的美，像这一颗的话是一颗又大又肥，而且 里面带有雪花棉的玻璃高冰的种水啊，颜色超级的好，关键是底部的话是没有垫底，这种的话可以拿去设计一个就是吊坠啊、戒指啊，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的话性价比是非常高，这些的话都是我去弹了好几个小时才磨回来的啊。这一对耳钉是我特别喜欢的，给你们看啊，姐姐们，天哪，这种是属于那种木纳绿、木纳绿，特好看的那种，底部没有封底，而且正儿八经纯纯的耳钉，而且是。 原封不动的色系，超好看，正色正料木纳杨绿色，种水超级的甜，特别的漂亮。这一对还收了一些，戒指啊，也是咱们家姐姐特别喜欢的啊。像这一颗的话是一颗冰情底，尺寸的话在一个卡诗家左右，拿去镶嵌一颗18K的戒指镶出来，超好看，而且种水超棒。这些的话都是精益求精啊，品质的话都是非常好的，非常在线的。 大白冰也是你们最喜欢的，给你们看，姐姐们，这颗高冰玻璃底的，哎呀，没有词语来形容它了。我的手都在抖啊，主要是这个蛋面的话特别好看，而且它特别鼓啊，松面鼓的，颜色特别漂亮，底部也没有垫底哦，这个超级绝。这些的话都是超好看的，哎呦，主要是这一次的货的话也是收的特别漂亮啊，这些的话都是铜托，可以拿去镶嵌18K金啊，也可以拿去定制一些自己喜欢的款式，像这种貔貅的戒指也有。 给你们看啊，姐妹，貔貅啊，屁股要大才能招C啊。像这个的话，屁股很圆润，前面的话是一个特别雕得很好的一个小貔貅，颜色非常好，没有毛病。还有这一对耳钉，超级无敌的美，纳羊绿色的，正色正料啊。给你们看一下，天哪，这种美货啊，整手打包过来的，价格打出来很香啊。 它是有4颗，下面2颗的话小一丢丢，下面2颗的话大一丢丢，所以说它是组成一套的啊，品质非常在线，颜色超级无敌美。这一对的话是正色正料，一刀切的，品质非常在线，美得像遇水一样的啊。然后像这边的话还有姐妹们，这些我手里面啊，我收了很多的冰蛋啊，主要是白的，你们也很喜欢，像这些白的也是特别好看。 还有一些葫芦也是你们最别喜欢的，主要是这一次的货的话，你们懂的啊，精益求精，都是一些 YYDS 的，来来来来来，像这一些绿的。
哦，对了，这次我忘了收纸的了，主要是他们家纸的这一次的话没有好看的，这次的话比较偏白的跟绿的，还有这种机油红的比较偏多。这些的话姐妹们都是润纸精挑细选去挑的一些干净完美没有毛病没有瑕疵的一些品质非常在线的哦。而且现在大家都知道啊，现在每一次过货来特别的慢哦，还有这一颗小玻璃蛋超级的无敌的美，精益求精，品质非常在线。哎呀，我的天哪，这些的话价格都是非常亲民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喜欢哪一件的话在我的评论区里面告诉给润子。